开心哦，谢谢老板，请回去哦，来，很开心哦，很期待咯，很期待我们的神秘，你知道吧？去啊！呢啲，試下行第二步啦。Let's go！呢個地方同我哋嘅所有嘅員工一齊，同埋 family member 一齊拜祭一次。今日年呢，全包嘅 free flow， 海鮮、飲酒、啤酒全部全包嘅。集合集合，去食飯啦！食飯時間到，大家跟住啊！我哋出海食晚餐，開 party。系隆重嘅呢个night party in the yacht，let's go baby。呢个系你小弟我小小嘅心意，你驾船今晚落包咗上嚟啦。出海去！Surprise！ 多謝老細。你話誇啲啊！我唔知我哋講咩。好的老闆，親力親為的，很認真做一樣嘢。他對員工特別好，也特別關心員工。他不會怕你超越他，他能教你多少，他就會教你。他是一個很好的leader，trust 啊，什麼都相信我們啊。不會說 as 一個老闆對待每個員工，他是朋友朋友之間的，他比較大方一點咯。就是富楼，還是那一句咯，不計較。咁借住有啲咁嘅環境，大環境，大家都係有咁樣放鬆自己嘅心情，一齊出去玩嗰陣時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 team building 嚟，你哋覺得係咪？係。都希望你哋知道我對你哋每一個人嘅一份嘅心意，即係我對你哋係兩肋插刀，所以好多嘢我都唔想去計較。人哋十多入邊，正話你所睇到嘅 clip 咧，都係覺得講話大方大方大方。其實有邊個唔想諗翻自己啦？但係要成長就一齊成長，
坐游艇就一齐坐游艇，嚟吧！